六日，洛杉矶联合学区一名十三岁的亚裔中学生因饮水呛水、咳嗽而被教师命令去看校内护士。此时正值媒体大量报道中国新冠疫情之时，这名学生质疑教师是否因他是亚裔才让他去看护士，后遭到了教师的报复。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因自己是亚裔而遭人另眼看待。” 民权律师伯格代理了这桩民事案件，他已经代表这名叫穆瑞安诺的男生与其家长向联邦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起申诉，请求该办公室对这起案件立案调查。 这名学生说，事件发生后，他遭到了同学们的嘲弄，称他为“新冠状病毒”。后来，教师把他调到教室的角落就坐，周围的环境显然很脏很乱。穆瑞安诺的母亲表示，他的儿子是学校荣誉班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一贯遵守纪律。事件发生后，儿子仍在同一所学校上课，但已离开了荣誉班。目前，该案仍在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邱晨，三月六日，洛杉矶报道。